这是十个女人走向毁灭，受到法律严惩的真实故事。它深刻地警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高尚的品格、人生的责任、社会的良心、健康的生活。小丽啊，你能借我200块钱吗？你借我200块钱，我后天就还给你。小磊，我跟你说，我生病了，你能借？没带钱买不到，我把手表都给你，手表都给你，给我2包，只能给你1包，这个也给你，传给你，好了，给你2包。家伙一天都不让人消停，这么大的案子还有心情在这发牢骚？哎，嫌苦嫌累去户籍科报道啊。曹队，你还不知道我们两个，我就是发发牢骚而已，王志强我可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喂，啊，哦，高局，李民，你现在是不是在去服装一条街的现场？对，我马上就到了。我现在还在省里开会，马上就往回赶。现场你先处理起来啊，我争取1个小时赶到。好。有个事情我跟你打个招呼，现在于市长还在陪同沈阳的一位领导在服装一条街参观，你看碰上了。于市长他们？不要急，他本人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事件他一定会高度重视。和谐社会建设对我们公安来说主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这些不和谐的因素。明白，请高局放心。
者家属带走。疏散群众。一组勘察现场，二组和死者家属沟通，三组对目击群众调查访问，马上分头行动。是。是今天上午10:15，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遇害者的名字叫齐威，湖川人，今年已经48，就在服装一条街从事服装批发工作，有一定的资产。还有，根据现在了解到的情况，齐威是今天上午10:00离开铺面的，他一个人走到停车场，准备去银行取钱。现场情况怎么样？经现场勘查发现啊，有人在齐威的汽车下面啊安放了大约20克的乳化炸药，这种炸药有一定的破坏力，汽车损毁比较严重，目前他的控爆方式还在分析当中。死者家属呢？齐威的妻子提供了5-6人，都是跟齐威当时在做生意的时候发生过矛盾冲突的那么几个人，但是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排查。另外，齐威的妻子还提供了2-3个跟他打麻将的时候发生过矛盾冲突的几个人，但是牵扯的金额也就3-5千，应该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仇恨。嗨，仇恨这种东西啊，说来也十分奇怪，它能大能小。还记得吧？去年有个凶杀案，起因就是为了5块钱，所以对这些线索，让他们一定得仔细对待，绝不能放过。是，是。小强，我看你们还是从炸药入手，查清炸药的来龙去脉，这是咱们目前最大的突破口。是，这样。我马上去向高局汇报，你们开始行动吧。是是。这里是110指挥中心。哎，服装一条街发生爆炸案了，哎，你们快来人！好的，110马上派人过去。大楼，险情排除了吗？啊，对，这台险情基本上已经排除了。这是谁的车？啊，车主在那儿。那位车主，麻烦过来一下。这是我们队长。你好，你好。这是你的车啊？这是我的车。真是万幸啊。叫什么？我姓高，我叫高波。什么情况？我是这儿开服装店的。
刚刚想请几个朋友出去吃个饭，刚一上车开了没几步路，就听见很响的一声。等我下来一看，这车就变这个样子。上午发生的爆炸案你听说了吗？听说了，那个齐威还是我好兄弟呢。我上午刚听说他的车出事儿，这下午不是我的车也出事儿了？你跟他认识？那你好好想想，你们俩有没有共同的仇人？这不会有仇人，你说都是一条街上做生意的，大家平时最多就是钱进钱出的小矛盾。不行，大家都认识，又是熟人，不可能搞成那么大。哎，你确认没有？你好好再想想。要是说有点不痛快的吧，我倒听他老婆刚跟我说了，说现在有一批人拿了货不给钱。哦，有一个叫陈老板的，拿了他20万的货，现在都一年了还没给钱，还拿了我一批童装，现在不7-8个月了吗？哪个陈老板你认识吗？陈子平嘛，那个时候在这条街上面还开过服装店，因为这个信誉不太好，所以呢没什么生意，最后啊到那个城西也开了一个服装店。你不会怀疑是他吧？不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不就20-30万的事儿吗？不至于。这个我们回去还得核实，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啊。不是，警察同志，不是这做笔录这事儿，我不就这么一说吗？你看我没说什么，我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要是再说点什么，跟陈老板之间的关系，咱们那我不是死得更惨了吗？这行了，你要相信我们警察啊。高老板，跟我走一趟吧。有位，哎，车队，你们几个人清理现场，其他人收队。炸药查清楚了，在荷花塘小区工地上发现的，总共有乳化炸药20条，拉发是雷果10只。他们上报了吗？没有，他们说工期太紧，没来得及上报，纯粹是借口。哎，技术部门怎么说的？现场发现的炸药跟工地上丢失一模一样。这么说，他们手里还有8只雷管，18条炸药。对，这可是悬在咱们头上的不定时炸弹。曹队，还有我们另外坐下说。我们队和齐威夫妇发生过矛盾冲突的6名对象进行了调查，基本上可以排除作案的嫌疑。另外，对晚上高波提供那名对象，也就是和高波、齐威均有债务关系的那个服装店老板，我们也进行调查了，他人一直在深圳。有人证吗？有，所以我们暂时可以排除他作案嫌疑。大家都辛苦了啊！从这个炸药到人，再到时间，咱们想一想，这犯罪嫌疑人是什么时间把这炸药装到车底下去？咱们原来的想法有点传统，只想到人了。他们的车有什么共同点呢？对对对，都是尼桑。没错，都是尼桑。咱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两个受害人的车是什么时间停在停车场？如果是在今天早上上班以后，那说明犯罪嫌疑人得在光天化日之下爬到车底下装炸药设引线。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反之他们都是在晚上做的手脚，对不对？对。啊，刘毅，你刚刚在访问齐威家属和给高波做笔录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了没有？没有。现在咱们可以推断，如果他们俩人的车是昨天晚上停在那儿的，是不是还有别的老板的车也停在那儿？那为什么犯罪嫌疑人偏偏选中他们俩的车呢？这就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他是有针对性的，说明他们的行为有一定的报复和寻仇的性质。要是只有他们俩人车停在那儿，那说明犯罪嫌疑人他的动机有另外的可能性，他有随机作案的可能性，咱们就排除仇杀的可能了。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情杀呀？
你们都笑什么呀？大哥，谁听说过情杀还要把两个人全都杀了的？难道他们两个人同时和一个女人有瓜葛呀？那你能保证没有这可能性吗？那我保证不了，不过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挺荒唐的。哎，小强提的不是没道理，咱们可以把情杀定为一个方向。嗨，等一会儿了解到停车场的情况，那是不是情杀不一目了然了吗？刘烨，大楼，你们两个现在就去查一下停车场的详细情况。哎，好。好的。哎，他们查他们的，咱们接着分析啊。你们说，这既不是情杀，也不是仇杀，嗨，他们这个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啊？哎，曹队，嗯，算了。哎，你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呀。哎，是这样，最近啊，我看了一些关于那个香港黑社会的电影，那里边啊，那些古惑仔要是想出头上位，就必须得做几件大事情。比如说，做一两起大案件，或者是砍杀一些老大。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你是说？他们想在社会上扬名立万才这么干的，啊，对，这倒是个新思路啊。还有别的什么想法没？会不会有些人由于自身生活困难或者烦心事儿，会产生一些反社会的情绪，故意制造几件破坏性强的事件？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小。现在咱们国家对弱势群体非常关心，如果他有困难的话，会有各种渠道帮他们解决的。那倒也是。行，咱们就假定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犯罪嫌疑人，就是为了出风头，偷了雷管和炸药，故意制造这么两起爆炸案来挑衅一下。下一步他干什么？那按照电影里的发展，下一步啊，就得干两票大的。喂。刘烨，情况怎么样？曹啊，你还真神了！我已经问过戚薇的家属和高博本人，说是那天晚上啊，他们都因为在外面有饭局，因为要喝酒，都没开车，就把车停在停车场里边了。停车场停没停其他的车辆？那个他们倒都不知道。哎，曹啊，我现在已经出发去现场了。我记得停车场里边好像有个值班的小房子，说不定能问到一点情况。好，辛苦了啊，我们等你消息。好。哎，咱们接着说啊。有人在吗？出来了。哎呀，这谁呀？哎，大爷您好。哎呀，是警察，有什么事儿啊？大伯啊，我们有点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好，好，好，好。哎，警察同志，请。好，走吧。哎，大爷。啊。今天晚上怎么一辆车都没有呢？哎呀，这一天炸了两辆车，所以没人敢来停车了。听您的意思，以前每天晚上很多车停这儿过夜吗？对啊，每天都有，有的老板是要出国的，有的是在这儿应酬的，所以这个车啊全都停在这儿。那昨天晚上停了几辆车呢？哎呀，你看看这两辆车啊全都给炸了，所以今天就没人敢来停车了。
您确定就这两辆吗？是啊，有一个齐老板，有一个高老板，他们停着车以后还跟我打招呼呢。啊，大爷，啊，您这大门是一直锁着的吗？这大门是很久就没锁了，但是今天刚锁的，是社区主任特意跑来，哎，让我锁的。你看这个锁还是新的呢。哎，大爷，嗯，您以前为什么不锁门呢？哎呀，这很早的门是锁的，但是因为老板说呢，这锁在那边是很不方便，所以呢，后来就不锁了。那好，哎，打扰您了，大爷，哎，我们走了。好好，谢谢啊。好好好。好，再见。好，走好走好走好。喂，曹队，昨天晚上就两辆车。好。小姐啊，你好了没有啊？经理叫你快点去上钟。叫什么叫？吓死人了，不知道，连个门都不知道敲。客人都叫半天了，怎么还没画好？等会会死呀！就说我身体不舒服，等着吧。那你快点，否则经理发火的话，我们会倒霉的。知道了，知道了。去去去去去！我担心犯罪分子很有可能会继续制造爆炸事件，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地找到他们。我现在马上向高局请示，在全市进行排查，大家准备去吧。是。开始行动，是是。
警察排长，请出示您身份证。你好，警察排长，请出示身份证。你好，警察排长，请出示身份证。这边停车。来来来来，兄弟们辛苦了啊！来来，这是领导犒劳大家的、哎、啊！不用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来瞧瞧，哎，这一宿没白忙活，抓了20来个人呢啊！刘毅，是不是还有3个网上通缉的命案嫌疑犯？曹队，你就别安慰我们了，我们都知道您心里比谁都急。我急什么呀？啊，起码昨天这一宿没再发生爆炸案吧？嗯，啊，咱们抓了这么多人，里头肯定有咱们想要的。你们说有这可能吗？真的不知道，那谁知道？不一样这个。曹队，我鸡蛋，你就别想那美事了啊！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咱们真的要这么好的运气的话，谁还做警察呀？就买彩票去了。哎，瞧瞧他那出息，王志强来当警察就是来挣钱的啊！没想法，我没有没有，谁说的？哎，兄弟们，说正经的，赶紧吃点东西，抓紧时间休息。咱这场较量刚刚开始。是是是。你好，这里是110指挥中心。110吗？我收到一封敲诈信，说6个小时以内不给他们拨
你在哪里？我在服装一条街。好的，我们110指挥中心马上派人。是张老板吧？你们是？我们是刑警队的。哦，你好，你好，警官，可来了，都急死我了。昨天是齐威，然后是高波，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我了。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信呢？哦，在这儿呢。这是什么时候在哪儿收到的？你叫什么呀？啊，我叫张富贵。今天早上8点钟啊，我来到店里，店员呢就跟我说啊，早上一开门他就看到这封信放在这个门缝下面，我打开一看，吓死了。但是当时我一想呢，5万元也不是什么大的数目，给他就算了。可后来我想了想，还是报了警。你这报警是对的，这信上既没说怎么交钱，也没说地点，也没说怎么跟他联系，你就是想花钱消灾，你也没办法。就是我要知道怎么交钱，我还报什么警啊？那你这想法就不对了，这报警是你的权利，也这是你社会责任啊。我知道我的觉悟不高，可我是个商人，我考虑的是我的风险和我的利益。5万块钱对我来讲是不算什么，但是我的生命要是有问题了，那这个风险我可担不起。我要知道怎么花钱消灾，别说5万，50万我也给。哎，张老板，我们知道你是生意人，也有实力，但是我跟你说，只有你紧密配合我们，把这案子破了，才能最大程度保证你的安全，你说是不是？对对，您说的是。好，那麻烦你跟我们回趟局里吧。好，张老板，给你写信呢，会不会是你的什么仇人？不太会吧，我这生意做了10来年，大大小小的矛盾肯定有，仇人嘛说不上。再说了，他要是想报仇啊，直接给我弄个炸弹不就行了吗？何必这么装神弄鬼的要钱呢？你是说齐威和高波是跟人结了仇，被仇人炸的？哎，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啊，昨天连报2次。现在我们服装一条街上的老板们可是人心惶惶啊，说什么的都有。现在我们来上班都是打的，连车都不敢开呢，怕被炸。我们现在就盼着你们警察能早点破案，否则啊，这个生意没法做了。保护你们生命财产安全，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吧。喂，好的，我们现在就在服装街，我马上赶过去。行，你跟张老板回去，刘毅跟我走。好，有什么事儿通电话。哎，好嘞。哎，张老板，咱们走了。走。哎，张老板，那个爆炸案不是你干的吧？哎，说什么呢？我张富贵是什么人啊？能干那事儿啊？那警察为什么抓你啊？是啊。我这叫协助警察办案，知道吗？协助，协助，哎，警察不能乱抓人吗？哎，大家误会了啊，张老板也受害者呢，就是受害者，不会，不会吧？不会。Thank you.
就是那个非主流。曹队长，你好。咱们留着行吗？好。没想到你亲自来，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来吗？不愧是干过协警啊，警惕性还挺高的。来，坐坐坐，两位坐。哎，曹队长，就是这封敲诈信。曹队长，你说这事该怎么办？罗老板，这信里头一没写怎么交钱，二没写怎么跟他们联系，说明他们没想好，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收这笔钱，所以你不用担心害怕。怎么不担心害怕？你想，人在暗处，又是炸弹，看不见摸不着，你叫我怎么不担心害怕？哎，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我记得你是不是见义勇为还抓过两个歹徒呢？现在怎么变得胆小怕事缩头缩脑？怎么比啊，那时候我一穷二白，愣头青一个，丢了小命也无所谓啊。你看看现在事业到了这个份上了，老婆孩子都有了，这帮店里的还靠着我吃饭，不怕您笑话，席位这么一秒钟没了，就算是没有这封信，我也是心惊肉跳，这条街上现在谁不是心惊胆战？话虽这么说，现在我们警方不是全面介入侦查了吗？再说你们也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他就跑不了。罗老板，你要相信我们，不要顾虑太多，拿出你一贯的潇洒劲儿来啊！我跟你说，这犯罪分子的目的很明确，他们目的就是要你的钱，要不然他还给你啰嗦什么？炸弹早放你家里了。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曹队长，我就听你的，你一定要把这些坏人给抓住，否则我们这条街的人怎么活呀？行，咱们到局里去谈谈吧。好。你说这事儿这闹的，街坊邻居都不好。车不错嘛。几十万的事儿不算好车。看来这几年生意还是不错的。赶上机会了，政策好，不赚钱都不可能。可是有钱也烦呢。哎，罗老板，您还真别说，为什么给张老板开的是50000块钱，给您开的是50万啊？是不是您比他更有钱一点啊？这我应该高兴吗？啊，这老张啊，平时总跟我叫板，我就说他是个花架子。你看，连歹徒都看出来了。罗老板，您资产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吗？啊，怎么了？这个很重要，待会儿回局里再说吧。咱们现在开紧急会议，刚才于市长亲自过问了这个案子，高局也立下了军令状，48小时之内必须破案，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没有。非常好，那我们就开展一场48小时之内的围捕战。我和高局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个案子定性为717爆炸勒索案。青万紫千红，随风吹乱，蓦然回首中，欢爱宛如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
间水中的花朵，想要留住一抹红，百合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彷徨追忆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感怀飘零的花朵，尘世终无从寄托，任那雨